武当、少林、峨眉、昆仑四大掌门离奇失踪，江湖传言乃是一红衣白发魔女所为。四大门派发起江湖恋，谁能捉到白发魔女，救出四大掌门，便可成为江湖盟主。师父，徒弟苦等多日，终于得此良机，证明我巫山派。你失去的一切，我都要为你找回来。门派苦寻多日，你终于现身了。诸位，我也是刚刚到达此地，也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这妖女竟如此狠毒，杀我四派中人。天山派不会枉杀一个名门，更何况他们身上并非是剑伤，谁知道你使了什么妖术？不战。身在何处？我说过，此事与我无关。贫僧亲眼所见，一红衣白发女子劫走住持，岂会有假？你可曾见过？就是我。那人红衣白发，一留下口风，道出姓名。废话少说，江湖令明示，谁抓到一兰珠，救出四大掌门，谁就是武林盟主。我们一伤你们。像他，就快走！七日内，我必查出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到时也请诸位还天山一个公道。追！追！竟是血魔。红衣老祖，当年五大掌门本想利用五行真气将你诛杀，没想到你却出手杀死了空瞳掌门，其余四大掌门只好将你冰封。你竟然还活着，这封神谷的力量果然奇特。你们几个，请妄想散去体内真气。若非我及时使用西域魂沙令你们暂时沉睡，恐怕金木水火四大真气难保。如今我只需找到空瞳派传人桂仲明，到时候土性真气汇聚，我定能从红衣老祖体内取出封神谷。主上，一兰珠现身了。主上，收到消息，一兰珠力挫四大门派，现已身受重伤，属下这就去将他抓获。
封神谷、修罗眼和七情花是催动天山七剑秘门的钥匙，如今五剑在手，只差游龙和青柑。林卫峰已前往西域总坛，游龙剑亦是囊中之物，青柑剑我势在必得。主上，您这招连环计甚好，利用四大掌门失踪一事，嫁祸一兰珠，逼他现身，而我等便在此处瞒天过海。去封神谷容易，但绝不能让红衣老祖苏醒，否则后患无穷。你们要尽快找到桂仲明，杀红衣，去神谷。属下还在找，上次交手之后，这小子迟迟不见踪影。他中了我的血毒，算算时间，想必已陷入癫狂，要靠嗜血为生。你们便靠这个线索查下去。是。抓你，我早已不需多时，我就陪你好好玩玩。阁下何必躲躲藏藏，做个懦夫？你身受重伤，还敢狂妄？属下已暗中查探，发现了一兰珠往前方的来福客栈去了。1、2、3。四大门派强攻抓捕，反而适得其反。我在门口随便找俩人吓你一下，就把你给吓进来了。你趁人之危，一看就是个无名鼠辈，快放开我！你装什么傻呀？说，四大掌门现在何处？你是谁？你又想干什么？我是谁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呀，在我手里啊，我还怕你不说实话呀？四大掌门之事与我无关，我已答应彻查此事，但是你为什么就不愿放手？废话少说，我要的就是你。哎，你说我要是拿着箭头在你脸上划几下会怎么样啊？我又想到一个更好玩的。你要干什么？
说呀？老板千刀万剐！快说！放开我！快说！今儿踹我的脸！我踢的就是你！你身受重伤，既然不说，你就等死吧！不费功夫，李兰珠，没想到你竟落入一个毛头小子手中。喂，你说谁是毛头小子？我告诉你，他可是我抓的，你们谁都别想碰。我早就该想到，四大掌门之事就是你们搞的，为的就是我手中的青杆剑。我们不过略施小计，逼你现身，让这帮佣人去抓你，你便不得不出来。难道你们抓获四大掌门只是为了嫁祸于我？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。带走。哎，等等，这个女人出手伤我，我要亲手杀了她才行。天帝，什么？师兄，如今我们已是刀俎，我倒想看看他能出什么花样。滚开！易姑娘，在下张华昭，因为一时受了蒙蔽，险些伤了姑娘，还请姑娘不要介怀。我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，更谈不上什么介怀。所以，你可以走了吗？我可以走啊，可是姑娘依然会受到武林人士的追杀，而我，可是唯一的证人。你说的好像还有几分道理。那既然这样，不如我陪姑娘一起啊。你是不是还想抓我？哪能啊！其实你不用管我是不是凶手，你只要顺从江湖令把我交出去，你的买卖不就成了？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？凶手逍遥法外，江湖危机，若没有了江湖，还要武林盟主做什么？喂，你这个无赖！哎，你难道就不想知道
那天在树林中的雪狮到底是谁吗？啊！起来，起来说话。哦。实不相瞒，我乃巫山派弟子。当年师父为了抢夺修罗神眼，同幽冥魔蝎交手，却不料身中血毒，只要一发作，师父便失去人性，靠嗜血为生。师父中年痛苦不堪，竟求我亲手了结。那天在树林中，我便觉得不对，我一直以为你是幽冥魔蝎的人。幽冥魔蝎杀害我爹，又多番陷我于不义，这个仇我肯定要跟他算。你也不要太难过了。你在关心我啊？啊？张华章。啊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就跟着我，调查清楚整件事情，救出四大掌门。我保证，让你巫山派重振威名，一雪前耻。好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若真能手刃幽冥魔蝎，我亦可为师父报仇。那，现在去哪儿？去修罗殿。公主，刚刚在东郊树林发现信号，一兰珠在此地逃离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速速将她抓来见我。是。你们终于要相见了。退下吧。主上，依兰珠着实厉害。二位师兄为了救我，不幸身亡了。废物，连一个身受重伤的人都找不到。既然这样，你怎么还活着？属下，属下愿意将功补过。属下还发现一件事。说。属下在西口镇的树林中，发现一群江湖人士，他们个个被咬伤，身上多处被撕裂。贵重民中了您的血毒之后，神志不清。此时，他应该就在西口镇的树林中。离训镇，在。你们三人前往西口镇，找到贵重民。是是。你们三人，我另有一事交代。是是。神尊明令，朝廷已经怀疑神调门，所以此事不得惊动朝廷。我们要小心行事。你是谁？你，哇，两个白发魔女。你这样盯着我做什么？江湖传言，有一红衣白发女子劫走了四大掌门，不是我，你说会是谁？你倒是很喜欢顺水推舟啊。说，你跟神调门有何关联？竟敢剑是慧明大师造的最后一把剑，放在你的手里，简直与废铁无异。我喂，你们能不能不要打？一会儿好好说。滚开！
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云宗，我把他带来了，你们父女终于可以相见了。我从幽冥魔姬的手里救出云聪，但他因伤势过重，再加上血毒入体，从此变成了活死人。你是？草原盟主飞鸿金。原来是飞鸿金前辈，我听师父提起过您，说您曾为情一夜白头，今日一见，真是三生有幸。我这一生只对他心动过，当初你爹决然离去，我一夜红颜白发，发誓与他再无瓜葛。如果当初我能抓住他，或许我的孩子这么大了，果真在情爱面前，再坚强的人都无法勇敢。前辈对我爹情深意重，我爹真的很幸福。16年，我竟不知他还活着。好好陪陪他。你还好吧？没事儿。前辈，我爹他还有救吗？我等了16年，还是老样子。但我相信，终有一天他会醒过来。你也别太难过了，杨大侠的事天下皆知，相信他吉人自有天用。倒是你珠儿，你现在身陷江湖令，此事还是尽快了结了才好。四大掌门乃是幽冥魔姬所传，他意欲得到清干净，我这就去找他算账。万万不可，这幽冥魔姬乃是神调门轮回殿的尊主，血毒威力无比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，切勿打草惊蛇。我有事尚且不知，幽冥魔姬抓四大掌门究竟意欲何为？
桂仲明他会在哪儿？我也不知，我只知道他现在中了幽冥魔姬的飞刀血毒。喂，还记得树林里的血尸吗？师父当年也是被血毒所害，嗜血杀人时情况与此状无二。那树林在什么地方？溪口镇。那桂仲明亦有可能也在溪口镇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等等，你眼下红衣白发多有不便，还是换上男装吧。这里便是当日发现血尸之处，想必是桂仲明当时血毒发作所为。有消息了吗？我们沿途寻找暗线留下的暗号，但此次并未发现任何暗号，实在怪异。暗线不稳，恐怕被察觉。快，备马。是。没想到你穿上男装还是个翩翩君子啊。冰糖葫芦。哎，两位兄弟，来个冰糖葫芦吧。两位大哥，来，好甜的冰糖葫芦，来，冰糖葫芦。好酸啊。初尝会有些酸，渐渐就会觉得甘甜入口。又酸又甜的冰糖葫芦。来，冰糖葫芦。你想东西，可是心情却完全变了。不就是个冰糖葫芦吗？你这么多愁善感干什么？你不懂，我这辈子吃过的第一个冰糖葫芦，就是我师父给我的。他抚养我长大，他说过，一生一世都保护我。可如今，我和他却天涯两隔。所以，你喜欢你师父，你还一直放不下他。我曾以为可以忘了他，但是越想忘记他的身影，便越刻骨。他曾是我天山枯燥岁月里唯一的厮守，于是我以为这一辈子就过去了。可身在江湖，又岂能避得了纷争？可能一开始就是错的了。喂，我倒有个主意啊，可以让你彻底忘了他。不如
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让一让，让一让！快快快快，让一让！让一让，让一让！喂，你们在做什么呀？你不知道，近来时常有狼妖出没，在树林里杀了镇上猎物，这不，通灵大师好不容易把他抓住了。准备拉他祭祀河神。看到那些死尸没有？和树林中四大门派弟子的死状无异，且树上的布条和他们衣服上的材质一模一样。嗯，过去看看。嗯。真没想到，竟然是他们。你们可知，主上派其他三位师弟去干什么？心中有一血字印记，想必他就是鬼中灵。看来他中了这老道不少阴魂散。落！肯定用了不少迷烟才将他抓住，说什么道法玄术都是假话。他是狼妖的同伙，快抓住他！喂，快呀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快！抓住他！走！喂，他是个骗子，骗你们钱呢！是鬼冢明他们，追上他们，走，走！喂，你干什么？走啊！叶兰珠。你以为你乔装我便认不出你？你的命可真够大的！有我在，幽冥魔姬永远也别想得到封神谷。口气不小！快走，我是公主的人。走，喂，走啊，起来！
图跟踪你，果然发现你留下诸多暗号，真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叛徒。当年我流落塞外，是公主救我性命，幽冥魔姬杀我妻儿，竟妄想让我效命于他，简直痴心妄想，那你就去死吧。是我救了你们，黎是我派去的人，他在临死前说出四大掌门中了西域魂杀，若此刻我们贸然前去，四大掌门恐怕性命难保，但他刚刚提到了药王，莫非药王可解这西域魂杀之毒？放开他，好像格外喜欢你吧。我也格外喜欢你。哎呀，起开！别动，乖，乖，哥，哥你个头啊！血毒，血毒欲进入骨髓。我猜想，既然西域魂杀有克制四大掌门的真气之力，那贵重明作为崆峒派的唯一传人，他是否能知道西域魂杀和药王之间的关联？可他现在痴傻难辨，该如何解这血毒？贵重云聪，我曾寻遍天下名医，终于得知这幽冥魔姬的血毒乃是用西域草乌头和曼陀花所致。草乌头的剧毒使人饥渴饮血，而曼陀花可麻痹人的头部经络，使人如行尸走肉。那我爹的毒，当年你爹为你挡下飞镖，当我发现时他已毒入血脉，再加上内力聚散，便一直昏迷不醒，一时无力回天。而贵重明中毒已深，唯有用断肠草浸泡一试，这断肠草熬制需要12个时辰，我这就去派人安排。我也陪你去。好。喂，我也去。哥，你呀，还是老实待着吧。哥，哥哥，哎，喂，黎果然被飞鸿金收买了。现在有飞鸿金出面，想要抓到夜兰珠，恐怕有些难。我担心黎会说出药王的事情，这西域魂杀的弱点，恐怕……自药王爱人惨死江湖之后，他便对江湖人士恨之入骨。断然不会出手。传令，找到几人藏匿之处。是是。前辈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？我这思君阁里多了个有情人，就算是我想睡，也不得安神了。有情人在哪儿啊？你和珠儿萍水相逢，你确定他就是你今生要厮守的那个人？有些人从你见到他的第一眼起，你便知道这辈子恐怕都在劫难逃。丽姑娘虽然外表冷漠，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实则她只是为了作茧保护自己，不想被别人看到她脆弱天真的一面。但她一直是个16岁的孩子，
他忘不掉他的师父，一心想要自己变得更强。但我知道他这样很累，我又何尝不是如此？为了报仇，为了重振巫山派，浪迹天涯，我也很累。我和云聪也是如此，他们父女俩简直一个脾气，爱上了就义无反顾，从来不顾及别人，只怕会伤了你。前辈，我去吧，我相信你会给他幸福。哥哥，哎，醒了？你醒了？啊？啊？你学我，你学我啊！喂，我抱的是柱子，你抱我干嘛？我抱的是柱子，你抱我干嘛？不能亲我，不行不行，不能亲我。喂，柱儿。喂，珠儿，珠儿，珠儿，我今天看你闷闷不乐的，所以送你个东西。这是什么？你回去打开就知道了。哎，李姑娘，世间有漫天萤火，花鸟鱼虫，万千美景，亦有默默等你的人。你对他的执着是爱，亦或只是陪伴？放不下的是16年的朝夕相处，他走了，留下你一个人，你又何苦独自忧烦？你遇见我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？珠儿，是你吗？珠儿，我，珠儿，喂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是你啊？你上我床上干什么？你上我床上干什么？受了点刺激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他为什么会在你的房间？啊，我准备药浴。是。为了使药剂完全进入他的体内，我三人是用内力打通他周身穴位，切记不可分神。
的手下发现，如今京城四处，四大门派的人还在找你。不过，你们留在思君阁，暂时安全。但躲避并非是长久之计，幽冥魔气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担心四大掌门会有危险。他醒了。怎么样？你谁呀你？哎呀，你这臭小子，啊，睡觉起来就不认识我了。你身上的毒已经解了，但眼下四大掌门中了西域魂杀之毒，性命堪忧。当年昆仑、峨眉、武当、少林、崆峒派，欲利用五行真气杀死红衣老祖，取出封神果，却不料师父不幸被杀，临危之际。师父让我学成通天神掌回来，相约四大门派掌门一同杀死红衣老祖，却不料我们在路上相继被追杀，我虽拼死逃离，却身中血毒。哎，那你知不知道如何解毒救出四大掌门？西域魂杀乃是神调门的邪毒，其邪恶之处在于没有解药，一旦没有真气护体，便将百毒侵蚀。我曾听师父提及，世间唯有幽檀鲜花可凝聚真气不散，解除一切剧毒，但幽檀鲜花三千年一开，世上唯有药王才偶得一颗。幽檀鲜花？没错，一拿到幽檀鲜花，我们便去修罗殿一探究竟。好，我们这就去药王谷。嗯。驾！江湖令明示，我们只需要抓到一兰珠便可。诸位，一切都是神调门的诡计，四大掌门生命垂危，大家万不可心生嫌隙。嘿，还想狡辩？如今四大掌门已中了西域魂杀之毒，若想要解此毒，只有幽檀鲜花可解。我该如何信你？你们先走，我杀了他们便是，不可伤人。既然如此，我做你们的俘虏可好？少废话，抓了他再说。如果不愿意，你们大可以试一试，看你们能有几分胜算。那好，既然由你做俘虏，便给你们三天时间。前辈，快走。这就是药王谷。请问药王在哪？那些人的身上似乎有一些腐肉的味道，
这药王谷看似风平浪静，恐怕暗藏凶险。药王自隐居药王谷后便多有古怪，我见那群人身上飞虫缭绕，恐怕是药师啊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静观其变吧。喂，有没有人啊？你们是？在下天山派一兰珠，江湖有事，特来求见药王。你们走吧。姑娘，麻烦你进去通报一下。多谢姑娘。出去。喂，你怎么这么清楚？一看把人家姑娘给吓的。你懂什么？这叫美男计。喂，两位，这门在这儿，自己踢不就好了？自己开嘛。喂，喂，此不识好歹，就跟我来吧。美男计呀！姑娘，药王就在此处。药王外出采药，三位若无要紧事，还请在偏房休息。请问药王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也不清楚，各位请自便。哇，这个小姐姐像仙女。哎，你没发现她一直在暗示，好像不喜欢我们进来。我倒想看看这个药王想耍什么花样。师父，师父，你真的打算要这么做吗？我觉得他们不像坏人，我觉得他……行了，你想违抗为师的命令吗？别忘了，从我捡你回来的那一刻，你的命就是我的。是，徒儿明白。主上，今日教中来报，发现一兰珠等人踪迹。跟踪而至，发现桂仲明血毒已解，他们正准备寻找药王的幽檀仙花来解开冰阵。既然桂仲明和一兰珠都去了药王门，那本座便借此良机将他们一并抓回来。什么声音？去看看。小心！
没事吧？没事。倒下了吗？倒下了。带他们进来。是。不要再装了，拜见药王前辈。婉莲，你也学会撒谎了。师父，我觉得他们不是坏人。闭嘴！若不是你体内蕴含剧毒，恐怕你们三人早已被药师分尸了。为了见你，总是要付出一点代价。天山青甘剑，呵呵，我这里好热闹啊！说吧，有什么事情？前辈，幽冥魔姬妄想得到封神谷，这世上只有幽檀仙花才能解这西域魂杀之毒，救出四大掌门，还请你赐予我。你这丫头好大的口气，张口就要我的宝贝啊！神调门一旦在江湖一手遮天，江湖便无宁日，救出四大掌门便等于救江湖于水火。你虽然不在武林之中，但却也在江湖之列，不是吗？我虽出身江湖，可他从无宁日，我避世就是为了不染指于其。你们三个速速离去，不然等我后悔可就晚了。你逃避得了江湖，逃避得了内心的恐惧了吗？你还轮不到你一个晚辈论我的长短。我非要说，若你真不怕江湖险恶，为何会在药王谷设下重重包围来保护自己呢？你躲在这个壳子里，就真的觉得释然自在了吗？幽檀仙花生长在我药王谷地狱窟中，如果你们有这个能力，便自己去吧。师父，婉莲，把地狱窟的地图交给他们。是。万事小心，多谢姑娘，多谢药王前辈。你知道幽檀仙花对我意味着什么？不要插手。是，徒儿明白。天口十月之时，洞内恐有危险，我们还是小心为上，到前面休息片刻。算你还有点用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喂喂喂，你怎么了？我难受。装。哎呀，头痛！哎呀，痛痛痛痛痛！你松开。哎呀，你松开！这边没月亮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去腐肉的药粉，也能腐蚀草木。放心，蛇虫都不会靠近的。还挺厉害的嘛。喂，啊，别碰啊，进来。我们在这儿休息会儿，等天狗十月过去就好了。
你说江湖远不远？不远，人就在江湖，怎么会远？漫天繁星是什么颜色？白色，像他的人一样。那他人呢？握着他的剑走了。还回来吗？鲜花的主意，我故意引他们去地狱谷，等他们形成药势，也是一剂补药。幽檀鲜花生长在寒冰之地，怎么会在这里？糟糕，中计了，花不在这儿，快走。叔，他想把我们炼成药师，不要使用内力，否则毒气入体。我要让你们活着。叔，快点放手！打不开啊！你们快走！不好，一姑娘被毒气侵染了，快跟我走！耍我们！快交出解药，否则我将你这幽王谷夷为平地！你这是求人的口气吗？前辈，他也是为了江湖众生，若得不到幽檀鲜花，必将生灵涂炭。你一心救人，想必不会见死不救吧？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，哪一个不是道貌岸然？师父，前辈，前辈，姑娘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只有我师父才有解药。若是不能解毒，一到晚上，恐怕一姑娘就会变成药师。快走！住！控制不住自己！住！叔，叔爷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你有没有为谁拼过命？啊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为一个人不计生死？你可曾对谁有过一次心跳？流过眼泪，把心掏出来过？你说过要替我扬名，你做到了吗？依兰珠，你听我说，你永远别想甩掉我。你想守护天下人，可你又有谁来守护的？母亲救我，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。他不能陪在你身边，但我可以。他能为你做的，我也可以。我就是不顾一切的喜欢上了你。快想想办法。你们跟我来吧。
是我师母。找到了。孽徒。前辈，我求你了，有那些话我不要了，我只想让他活。华莲，带他出去。跟我走。这就是木华，我一心修炼药师，就是想要救他，而幽檀仙花就是保证肉身不腐之物。若是我把花给了你，木华将永远消失。你爱他吗？愿意为他死吗？我愿意。尸体，我好想好想和他说说话，但是一切都不可能。即使木华一直都不爱我，若不是我苦苦相逼把他留在我的身边，他也不会死。你我很像，但是你比我幸福，至少你还可以为爱的人去死。前辈，慢着。交易，你死了，我便救他，而幽檀鲜花我也一并送上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昭用他的命换了你的命，不，不可能！张华昭，张华昭，你为什么那么傻？张华昭，你忘了，我这辈子为谁拼过命？我现在就告诉你答案，我愿意为你去死。张华昭，我喜欢你，你醒一醒好不好？醒一醒！你刚刚说的是真的？你没事儿。干嘛？小孩子一样。骗我！梦幻泡影，镜花水月。你在为他人执着，却不知有人也像你一样，得一真心人不易。多谢药王前辈，否则我怎么能听到他对我说出那样的话？木华，我不必再等了，因我自在了，才能成全了自己，也能成全了别人。
这块玉佩是我当时救你时所得，如今师父心结已解，你便随他们一同离去，找寻你的过去。师父恩德，焕莲永生不忘。看来他们已经被幽冥魔姬抓走了。三日期限已到，为何哄骗我们？一路前来药王谷到底耍什么花样？你们若想救出四大掌门，便随我一同前去修罗殿，危急之时谁要敢存二心，必杀之。云宗，看来这剑上必将染血。你们三个已经没用了，现在就让本座送你们归西。幽冥魔镜，快放了他们！飞鸿金，你以为我会怕你吗？
先交给你。搜搜神眼有没有在他身上？神眼不在他身上。桂钟明，他怎么样？还有气息，但经脉尽短。我要尽快带他回药王谷。诸位留步，你们想做什么？阿弥陀佛，多谢诸位冒死相救。这封神谷与七剑的命运相连，未免此物疑惑江湖，日后便交于你了。多谢我天山的名声终于清白了。都道江湖催人老，十年风雪十年霜，世间英雄后辈出，天山之巅七剑犹在。你说幽檀鲜花怎么让白发变为青丝的？我也不知。那我岳父跟飞鸿金前辈去哪儿了？飞鸿金带着我爹回了草原，没有了江湖纷争，我想这就是他最好的归宿吧。那你的归宿呢？我的归宿那自然就是江湖了。那我就是江湖，来，江湖给你靠靠。你说，江湖远不远？江湖太远，人就在江湖，可是却不知道江湖在哪。天空是什么颜色？天空是你衣袂的红，是你眼中澄澈的黑。胡说八道，
如今四大掌门仪式水落石出，巫山派名列江湖，你该怎么报答我啊？哎，姑娘大恩我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吧。那便许你今后长路风雪，漫漫天涯，不离不弃，余生便都交给你，你在江湖便在。好，你要江湖我便给你江湖，可我现在呢想要娶你，你答不答应啊？你虽保住了一条命，但你已忘记了一切，不过我会帮你记着，总有一天我会治好你，因为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你记得。可是我又是谁？师父曾问我为什么要帮你，我也说不清。一个人能让一座江湖都觉得老，或许这就是我心底的答案吧。水星